六。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丽宝的彩妆老师 Gary。今天呢，很开心呢，在午餐时光跟大家共度这个美好的那个时间。那今天的话呢，要跟大家分享呢，因为现在呢，很多人在买商品的时候呢，都会希望呢求方便，然后呢求便利性这样子。所以呢，今天的话呢，要带大家去哪里呢？就是来到了屈臣氏嘉丽宝专柜，因为很多人想说嘉丽宝专柜可能只有百货公司才有，但是屈臣氏的话呢，也有周年庆，也有嘉丽宝的专柜，所以呢，我话不多说，直接来让大家呢来一亩成块的，让大家呢知道说我们嘉丽宝的专柜，走。嗨，老师，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哦。对啊，我们真的是太久没见面了。真的。对，好，那因为要配合老师的身高，所以会哦，所以。最近天气是不是非常的热？因为呢，最近的话呢是秋天嘛，对对，秋天的话呢，秋老虎其实肌肤的变化的话呢，就会让大家有一些，比如说容易出油啦、敏感性的肤质啊等等的现象这样子。会哦、所以说，老师听说嘉丽宝有非常多的一些特惠组，比如说有这三组必败的那个商品哦，所以哦，我们先来问问哦，大家最近有没有好好的洗脸啊？洗脸其实每天都会洗耶。对对，但是呢，在那个老师要介绍商品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今天的话呢是有 Q&A 问答的时间、哦，所以大家要认真的听一下我们直播到底在讲什么哦。而且其实今天要送什么呢？来，不是送我的签名照，不好意思啊，今天是要送给大家的话呢，是我们这个呢水润。洁肤霜和我们的水润洗颜皂霜，对，像这个要送给各位耶，会啊，非常超优质的，而且非常的好用哦，所以大家要认真听、啊。老师今天会问几个问题？会，我们今天会问五个问题，会问的非常的困难吗？不会不会，一定都是大家都会知道很清晰的，所以老师在讲的时候都一定要听哦。好，那就是这样子。那另外的话呢，还有。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现在的话呢，屈臣氏周年庆也快到了嘛。对。来，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哎，反的。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今天的话呢，只要呢专柜购买到2000，对，2000就送200哦。对，而且呢，其实呢，在直播进行当中，就是 ING 的时候呢，你只要呢 take 分享这则的直播，然后呢 take 一位好友，然后留言比较长，对，但是我们的那个小编有帮大家打，对，所以上面你们看直播上面其实都有留言的那个字哦，对，就要留呢，我们随赛洗脸卸妆系列，让我们一起洗净毛孔污垢，瞬间改变肤质，对哦，所以就是用随赛系列的洗脸卸妆系列哦，让我们一起洗掉毛孔污垢哦，瞬间改变肤质，对，好讲。那水赛老师，其实水赛呢，在日本好像销售量非常的多、欸，对哦，所以他连续6年哦，都获得日本杂志的那个洗颜品的冠军 哦，真的、哦，而且他全球还狂销6亿颗哦，我想说是6万颗，6亿颗，现在应该差不多直逼到7亿了，对，所以他的销售数字还在持续很快速的上升当中、哦，这么厉害哦，对，那老师是哪一个？有、哦，所以我们这一次嘉丽宝有推出了这个。水赛酵素洗颜粉买大送小的优惠哦，它像这样子的组合哦，47颗只要680元哦，真的是很划算呢。对哦，比最早网购还要划算哦。老师，所以是680，然后呢？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哦，老师没关系，你有小张，我有大张的。对，只要结账的时候凭这一张，对，屈臣氏的宠爱会员卡哦。我们就可以马上享有9折的优惠哦！连屈臣氏的门都在抗议了，说卖得太好了，马上要帮我们下订。真的，而且这个卡真的非常大，所以就要拿这张去柜台结账，是不是？对，就要拿，记得结账要凭这一张屈臣氏的宠爱会员卡，它可以马上享有9折的优惠哦。老师，其实卖了这么多颗啊，你要不要现场开一颗让大家看一下？要，一定要让大家看一下水赛洗颜粉它的质地是怎么样的细致。对。来，我马上看一下哦。哦，它其实是一次用一颗。对，它一次的量就是一颗。哦。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哦。哇，你看它的粉质质地是非常的细致的、哦。哎，各位观众有没有看到？它的这个粉质是非常的细致耶。对，所以你看哦，其实它的那个触感，
所以它一次用量只要一颗，它就可以帮我们清除毛孔里面的污垢粉刺，还可以帮我们去除老废的角质哦。因为它里面的话呢，它好像有两种的酵素成分，对，所以可以帮我们做到深层清洁的效果。对啊，对啊，真的。然后呢，它可以去除我们脸部的油油铅，对对。然后呢，不能吃。不能哦，不能切我们肚子里面的油哦。对，真的。而且呢，它这个酵素洗颜粉的话，其实洗完之后呢，皮肤不会紧绷。对，因为它里面有添加了保湿的成分，然后它可以深层清洁，但是洗完完全不紧绷。哦，所以现在是要叫我直接去洗脸是不是？没有没有，要等一下，等我们直播完你再下去把你的油切掉。而且老师，我要问一下，让大家呢知道我们的价格。好，对，像我们这样的话呢，因为。你买这是32颗，对，直接就送来大智宝15颗，所以哦，像这样一组47颗，凭屈臣氏的宠爱会员卡哦，这样平均下来一颗只要13元哦，你看哦。比坐公车还要便宜耶，对，比坐公车还要划算哦，对，真的耶，只要花13元。就可以让你的皮肤马上水亮平滑，是不是很值得？哦、我觉得真的，因为你看老师的皮肤真的非常漂亮，对，对我也不差啦，对。但是因为我平常都有洗这个，对，所以你看，连我们的 Gary 老师都非常的爱用这个酵素粉，所以等一下这个手上记得马上去油切一下。好，来，我们现场立即立刻马上 right now 来 QA。对，我们刚刚有讲哦 ，QA 的话。可以赠送这一款的 Dew 的那个水润洁肤霜，还有我们 Dew 的水润洗颜皂霜哦。那我们老师马上来帮我们问一下。啊，是我问是不是？对对对对。好，因为刚刚我们提到说呢，我们的水晒呢酵素皂、酵素那个粉、酵素洗颜粉在日本卖的非常多颗。对哦，我们请问我们在日本的销售几亿颗？几亿颗啊？几亿颗？几亿颗？来看到你的手势，有没有看到我在打电话？你电话来了哦。对，我电话来了。现在都智慧型手机了，哦、有没有这种电话喽？还好，客人要订购十组。对，几亿颗？那我们就是每个问题呢，会随机抽出两名。对，随机抽出两名哦，就可以赠送我们金的那个今天的精美小礼物哦。对对对，真的非常划算。对哦，真的。好，那老师赏我一，好，我赏你一张湿纸巾。对，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细致，而且呢，洗起来皮肤非常保湿。对，所以它可以深层清洁，又可以帮我们做到保湿的效果。这块组真的非常好哎。对，哇。然后再来，老师。对。第二组。对，当然今天不是只有这样子的好康，我们还有很多的好康在后面呢。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来推出另外一个好康。我们刚刚是有讲，洗脸要好好洗。我觉得真的洗脸要好好洗。对，但是有化妆的朋友们啊，记得哦，卸妆也是不可以偷懒的哦。哎，老师讲到卸妆啊，因为其实呢，像我是男生嘛，我会觉得说哦，没有化妆为什么要卸妆？哦，没有化妆其实也要卸妆哦。为什么？因为像我们脸上会有多余的油脂，不要的油脂，或是说我们路上，你会发现现在空气品质很差。路上汽机车的油烟其实都会粘在我们的卡在我们的脸上，所以没有化妆的朋友们哦，记得也要卸妆哦。也要卸妆。对。所以这就是平常晚上的时候回去也要做卸妆。对，也一样要做到双重清洁的动作。然后还有，因为老师，因为像很多人在用保养品的时候呢，都很害怕，因为有些的皮肤很容易敏感。对。跟过敏。对，尤其像现在，其实最近应该算是换季的时间。对啊，秋桃五都出来了。对，所以哦，我们今天。就推出这一款哦，它是嘉丽宝低调热卖10年的 Dew 水润洁肤霜哦。低调热卖。对，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它可以低调又热卖10年吗？都是的。对，因为它可以快速的溶解彩妆，又可以帮我们深入毛孔彻底清洁。那另外哦，因为它里面还有添加 Dew 系列的保养成分哦，所以你在卸妆的同时哦，一样有达到保养的效果、哦。哎、欸，老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拿两支，因为你不是介绍卸妆吗？对，为什么会准备两个？我们这一组超优的，因为今天呢、哦，他只要买这一瓶 Dew 的水润洁肤霜，我们再送他同系列同款的那个 Dew 系列的水润洗颜皂霜。等等，你是说送？送是送，所以而且观众买了也都送哎、欸。对。真的吗？这是买一送一正货送正货。对，所以你看呢，我们现在有看都是大瓶的、喔。我以为是两个价格、欸，哎，没有没有一样，所以是一个价格，然后可以把两瓶带走。对，所以它这一组特惠有下杀45折，真的杀很大、欸。对，而且凭屈臣氏的宠爱会员卡、喔、只要810元。对呀、啊，这杀你是郭书瑶是不是？
是吗？这个沙超大的、欸，会，所以对呀、啊。老师，你讲这个就陷入你的年龄。对不起，我不知道他是谁。哎，好，所以有你看，我们有讲哦，买 Dew 的水润洁肤霜，他马上就送 Dew 的水润洗颜皂霜，真的很划算、欸，对，买一送一的优惠哦。老师，那这样的话呢，我想要试用看看可以。所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快，对，帮我们的那个要卸我的脸是不是？不会啦，你这么 我是靠脸吃饭的，所以你这么帅，我们试在手上就好了、哦。你也知道现在七月半不要尝试，不要出来吓人，吓人。好啦，这还有一天再撑一下。那我们先插播一下哦，除了这一款之外哦，我们还有周年庆还有推出这个我们的豆的口红 ，Coffrey 豆的口红，它现在是买一送一的优惠。你是买一送一？对，一样是买一送一的优惠、哦。那我可以买你这口红的颜色吗？可以，等一下。嗯，直播结束后马上帮你试用。OK， 好。对，那我们那老师，你现在拿出口红的意思是？因为我们现在要帮你试那个卸妆、洁肤霜。因为其实脸上的污垢跟油脂是用肉眼看不出来的。对对，所以你就是要用这个先替代油脂。对，所以因为我们口红里面也是含有那个油脂的。哦，比如说像这样，对，像这样子哦。对。然后呢，我看一下它的字哦，它挤出来，挤出来是。各位有没有看到挤出来是乳霜状的质地？对，它挤出来是乳霜状的质地哦。对对对，然后呢？所以它在卸的当中哦，其实它有兼具按摩的功效。嗯，就是要轻轻去按摩。对，像这样轻轻的，然后去把我们脸上多余的油脂把它溶解掉哦。因为现在很多人手机都拿智慧型，像我们这卸妆品也是智慧型。对对，它就是呢，在按摩之中的话呢，它刚挤出来是有点乳白色。然后它按摩到最后呢，它会从乳白色变成透明状。对，那质地哎，质地已经变成像水状了耶。对，所以你看呢，我们刚刚有讲它是智慧型的，我们按摩到变成透明状了之后哦，很简单，我们只要拿出面纸把它擦掉就可以了。哦、来，我们这边有准备湿纸巾。真的哎，我觉得，而且呢，在藉由按摩之后呢，可以促进脸部的新陈代谢循环。对，所以我们身体要运动，脸也要运动哦。嗯。而且老师你是有在震动是不是？对，没有啦，对，可以让我们皮肤达到震动的效果。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帮那个 Gary 老师的手做运动，而且卸完妆之后大家一定要洗脸，所以呢这个特惠真的非常划算呢，非常划算。所以你看哦，其实它像卸完之后一样是很清爽。哎，看得出来吗？不好意思， Gary 老师可能皮肤比较黑啦。哦，所以你不会，对，但是你看真的有光泽。哇，你看了马上才卸完，马上其实皮肤就变亮了，所以它可以，它为什么可以低调热卖十年？我们刚刚有讲到，它可以快速的溶解彩妆，对呀、啊，我觉得真的深层清洁。而且其实卸完妆之后，其实就要直接洗脸的，这一组真的非常，老师你大字报，非常的，我大字报，对呀、啊，非常的划算，真的划算呢。会哦，所以这一组哦，它是 Dew 系列的水润洁肤霜，再加送 Dew 系列的水润洗颜皂霜，就是 Dew 系列。Dew 系列怎么拼 ？Dew。D-E-W 对对，所以这个特惠很划算的900，然后再拿这一张，对对，再拿这一张，从爱卡对直接带九折的优惠，对，直接就九折，买一送一，买非常的划算，非常划算呢。好了，我们第二题的 Q&A 时间又来了，对，来，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大家？有，我们刚刚在讲洁肤品 Dew 系列的水润洗颜皂霜和洁肤霜的时候，我们有讲哦。这一款我们一直在提到是哪一个系列的？这一款是哪一个系列的商品？这一款是哪一个系列？是哪一个系列？我们会抽出随机抽出两名，对对，要送大家这边呢，旅行期待的，对，现在没办法出国没关系，我们国内旅游也非常好玩，也可以这样子带，很方便。对对对，这个有没有看到这个英文字？其实很简单，非常的困难。很简单啦，很简单。对对对对，好，两题。对，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因为其实呢，刚刚都介绍双重清洁，对，跟我们的水赛呢那个洗颜粉，对对。那其实现在的话呢，因为疫情稍微呢有一点舒缓了，对对。但是大家出门在外的话呢，都会擦一些防晒啦，或是多一层防护，保护我们的皮肤。对，那所以呢，像老师你今天化的妆很漂亮呢。对啊，有没有发现我脸上有女神光？有没有看到女神？有没有听到有点安静？真的吗？不会啊，我看到很多掌声、啊。女神光，不是女神经病哦，是女神。不是女神光，對對對。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连专业的彩妆师都爱用的平民天后。
平民天后。对，我刚差点讲徐怀钰，哎，真的吗？他是我的年龄吗？没有没有没有，是嘉丽宝的平民天后，嗯，而且是连专业彩妆师都爱用的哦。可是其实我真的，要承认说你的皮肤真的很有光泽，真的有女神光。有哈，有。对，而且你的光泽的话呢，很像是黄金般的珠光，哎，对，很漂亮，很细致，真的完全都被你讲。因为我们这一次推出的这一，你怎么越来越挺了？真的吗？我越来越就越来越有女神的那个，对，那个 feel。对，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这一款它是 Cofredo 系列的粉底，啊，而且就跟口红是同一个系列。对，而且不说你们一定不知道，我们这一款粉底在屈臣氏嘉丽宝的专柜哦，嗯，是非常的热卖的 哦。非常热卖的，对，它非常的热卖哦。哦，那我们直接来，就是这一组是不是？对，而且它今年更推出了就是新款的限定色组。他今年又推出了限定色组，所以他除了延续了原有的超优的质地之外哦，还有他的遮瑕效果，另外他还添加了一个成分，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记下来哦，仔细听哦，他添加了黄金珠光的成分哦。就我刚提到的，难怪我想问你的皮肤怎么那么光泽，所以你看是非常的非常的亮，对，把它脸挡住，对，所以我们这次的是不是还在发亮？是不是？我觉得真的是还蛮漂亮的。会哦，所以你看哦。添加了这个光泽哦，可以让我们随时随地都自带女神光，就走到哪里，就都不用打光。你这个价格，对，等一下，我现在是你介绍是两瓶，对，两瓶，对，两瓶。两瓶那这个价格怎么回事？我那时候当初买的是只有这样一瓶1350，对不对？对，所以因为我们周年庆一定要回馈给我们的客人，他现在是买一送一。然后一样，我们的小绿卡又出来了。哦，来来。它凭宠爱卡的话，打完折只要1215。而且你知道吗，老师？你知不知道还有？我觉得真的太夸张了。还有这一个，对，各位，对，它的超优，我们刚刚又讲的满2000再赠送200。所以是不是非常多重的优惠？我觉得又这个又可以打九折，然后呢又有2200。对，然后又是买一送一的商品。你看哦，我只要1215一次就可以拥有两瓶。而且这个200啊，它也可以回到柜上对做使用。对，比方说我买了这个之后，我也可以拿200再来买我们的口红买一送一，真的很划算耶，是不是非常的划算？真的。而且呢，这个粉底的话呢，来，我们马上来。当然不是只有我自己要打光，马上帮我们的 Gary 老师打上。所以你是要帮我打在脸上，是不是？你已经有妆了，我就不破坏你那个帅帅的脸。我们帮我们老师的手打上我们的女神光。所以他这个是有分。它这一款的话是限定色，所以它是没有分颜色的。那只有它这一款里面就有添加了那个黄金珠光的成分。对，那它另外这一款就是它送的是精选色、嗯。好，那我们现在就帮我们老师来试用这一款。我觉得有点不太开心的，因为这一为什么我们那一次买的只有一瓶，真的。对，所以老师你为了要抵回来呢，有你等一下马上下直播之后。赶快有叫美容师帮我们留，老师要几组？而且买的话，除了来实体店面之外呢，还有我记得屈臣氏还有网络商店。对，所以我们到实体店面，屈臣氏实体店面，或是说网络商店，也都可以买到我们今天讲的所有的优惠组哦。而且我觉得今天的优惠组都是正货送正货，对，都是买一送一，对。所以你这样擦完之后是只有我的手有女神光吗？对，等一下，我一定让你全身都带有女神光，好不好 ？OK， 好，全身有点害怕。对，哎，各位有没有看一下那个真的有珠光？会有，你看，看它的那个光泽，哇，整个都亮。因为其实粉底有点珠光的话呢，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肌肤变得比较紧致之外，也可以让。整个的妆容有点浓光焕发的效果，对，而且它其实你会发现它是好像我们自己本身皮肤透出来的光泽，我们完全不是像那种好像另外加上去的那一种感觉。对，因为有些人拍照不是要打一些光泽吗？对，所以你看哦，真的很漂亮耶，有了这两瓶，完全不用再美肌了。对，而且老师，你后面的大字帮我稍微介绍一下。有没有介绍？所以它是买。
光色立体粉底液，我们刚刚讲的限定色哦，那它再赠送我们的精选色，那一样哦，1350，然后凭我们屈臣氏的宠爱会员卡哦，这一张再打9折的优惠，所以1215一次拥有2瓶，那可以让你随时随地都自带女神光。我跟你讲，我现在真的很想拿我的手机看一下，因为呢，现场的工作人员都一直盯着手机看。你们是要买东西的，是不是？是要下定了吗？是要下定了吗？这样我们要现场直接。这因为除了实体店面可以买之外呢，还可以到那个网络商店。对，所以有连结的网址。会有，所以你们现在正在看直播的哦，它上面就有可以让你马上连结购买。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所有的策略，要拿这一张，我一定要凭这一张屈臣氏的宠爱会员卡。对，然后就可以呢享有宠爱卡的价格，把2瓶带回家。对，好，来，老师 Q&A 的时间又来啦。对，来，老师要不要问大家？好哦，那我们刚刚有讲哦，对，讲什么？我们新的这一款精选色，它里面有添加了什么新的成分可以让我们拥有女神光？什么珠光呢？对，黄金什么嘛？黄，哎，对，哦，会哦。所以记得哦，4个字哦，我们里面有添加了什么珠光？黄金什么？对，这样应该很明显了吧？没有，很困难呢。真的吗？真的啊，好难哦。对啊，到底是什么珠光？对，老师介绍的这三组啊，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真的送的非常的好，会哦，所以哦，你看我们从开始我们Suicide的洗颜粉哦，它是连续6年拿下洗颜品冠军，而且狂销6亿颗哦，然后再到洗完脸之后，再到我们的低调热卖10年的双重清洁，对，买一送一哦，不是买一送一这个哦，是它是送正货哦，还有口红，对，口红你看买一送一，知道口红也买一送一哦。加上气色，然后呢，再加上美肌美颜，自带女神光。对，老师讲了这么多啊，其实我刚拿的这一张啊，拿的还蛮辛苦的。你要不要再问一题？喂，对，好，来问，那我再问一题哦。问这个，我们刚刚一直有讲哦，结账的时候记得要出示哪一张，他才享有9折的优惠。对，要拿出什么卡？哪一张卡？电话卡、健保卡还是悠游卡？信用卡一定要拿啦，但还是要再、还要再拿绿色的这一张。不是绿卡哦，绿卡是美国。对 对, 對，是要拿这一张。对，我要宠爱自己就要带这一张。对，这一张。对，好，那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老师这一题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困难。对，最后一题。对，要考考你们到底有没有从头认真听到尾。对对，因为我刚开始在那边录的时候就有点吃螺丝，有点吃螺丝，但是后面就比较稍微有点。哎呦，所以其实我们一直有在提哦，后面最后这一题的答案哦。好，来，请问，来，唐子华这边，我们刚刚有讲到哦，我们刚刚讲到所有特惠哦，可以在屈臣氏的哪里买得到？实体店面跟网络啊。对，实体店面跟。网络商店会哦，所以哦，你这一题是直接讲出答案的，是不是？真的吗？我刚刚有讲出答案吗？那我就直接大放送跟大家讲喽。我们那个 Gary 老师太开心了，好，我就当作没有听到吧。那我就问大家呢，刚刚提到的嘉义宝特惠组可以在屈臣氏哪里购买？对，这一题的话呢，你只要打出在实体店面以及呢网络商店。对，就可以获得我们刚刚讲的抽两名。我们刚问了5题嘛，就要抽出10名。10名。对，那刚刚呢，在直播刚开始之前的话，也是跟大家提到，你只要呢分享我们的直播，然后 take 一位好友，并且呢下面留言用水晒洗脸卸妆系列，让我们一起洗净毛孔污垢，瞬间改变肤质哦，这就真的蛮重要。对，真的，所以要是用水晒。洗脸卸妆系列哦，让我们一起洗掉毛孔污垢哦，瞬间，来瞬间的改变肤质，对，而且呢，各位有没有看到我这一张？不是只有百货公司才有周年庆，我们屈臣氏也有周年庆，有没有看到这张？
我们满2000就送什么？200，而且这200可不可以回抵？可以。对，真的非常的优。哎呦，你看，非常的，有多重的优惠，又有送券，又有九折优惠，更好的是，你看，几乎每一款商品都是买一送一，超优质的。而且另外，你知道吗？今天是来到了屈臣氏，是哪一家店呢？我们今天是来到了。新南京屈臣氏，就是那个南京东路上，对，路上的屈臣氏。那其实呢，屈臣氏这一家呢，还蛮大，还蛮舒服的。尤其是我们的美容师也长得非常的漂亮。你们想看美容师长什么样子吗？来，我们邀请我们的美丽动人的美容师。来，因为他想红呐，给他红一下了哈。我给他20秒的时间来。好了，你剩5秒，剩15秒了。来，黄瓜生在哪里？来，你要不要稍微介绍一下？单身吗？不是，好，走开。没有啦，没有啦。来，我脸红了。来，你们想要修眉毛的话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专柜来。这边的专柜是新南京屈臣家力宝专柜。哎，你的大名是爱美。对哦，想要变美。就要来找爱美，而且其实修眉的话就要自带修眉刀嘛。对，那其实柜上的话也有在卖修眉刀。那来拿这张卡，对，你想去哪里？来拿这张卡呢，还有九折的优惠。对，所以你看，连修眉刀也有九折的优惠。对，真的非常的划算。对，重要是我们美容师的修眉技术非常。对，你想去哪里想到吧，对不对？对。而且呢，像我们这个很多特惠组的话呢，这边也有在卖。对哦，所以我们今天其实除了我们刚刚介绍这四款优惠之外哦，其实柜上还有许多不一样多重的优惠哦，所以很欢迎其实来到柜上一起共襄盛举我们的那个屈臣氏家力宝的周年庆。的，这是什么店？新南京屈臣氏的家力宝。早，爱美。对，早安美，谢谢。好，那另外的话呢，其实今天的话呢，特惠组呢在那个实体店面跟网络上都会购买到。对，而且呢，其实数量有限，对不对？我记得。对，所以我们现在看直一边看直播，记得哦，一边马上就下订单。对，因为其实呢，在直播过程当中，其实我的手机在震动，对，他们就一直看直播。老师，是不是你的？朋友们，你的好朋友们。对，但是我一直不敢看手机。对，因为你知道吗？其实直播呢，直播外面其实很多主管一直看着我们，对，不能乱讲话。真的。对，而且呢，各位知道吗？其实现在的人在买东西的话呢，都很喜欢就是，比较便利性啊。对。对，其实来屈臣氏真的是非常好的选择。对啊，就很像我们的邻居一样，就是你走出来很方便，随时随地都会，想要买什么都有。所以呢，来我们最后的时间来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第一组的特惠组，来，对，来我们的随赛乐卖了六亿颗，连续6年拿下冠军的，对，酵素粉，今天的话呢是买。大送 小，另外的话呢，你只要呢 take 一位好友分享我们的直播，然后呢下面呢，来下面的写的呢，我们的用随赛洗颜卸妆，让我们一起洗净毛孔的污垢，瞬间改变肤质。take 到我们抽到就送这一组，对，价值15颗，对，酵素洗颜粉，对，送给大家。这是我们第一组的特惠，真的，这个真的非常好用，非常。对，好，接下来第二组就是我们低调热卖10年的Diu水润洁肤霜，这个真的太夸张了，下方15折，2瓶只要810元，就这两瓶，对。对，卸妆跟洗脸，你只要呢一个价钱就可以呢得到这两组卸妆、深层清洁跟洗颜罩霜。对，所以在清洁的当中啊，可以帮我们达到保养的效果，真的非常划算呢。又有深层清洁，又可以帮你达到保养的功效哦。对，最后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啊，女神自备女神光，这一组一次拥有2瓶。让你随时随地都带着女神光，这组真的非常划算呢。另外呢，还有我们的隐藏版是我们的口红买一送一，口红买一送一哦，它的颜色的话都可以挑选哦。对，重点呢，你们现在所看到的直播呢是哪一个品牌？哪一个品牌？来，家力宝。家力宝，对，家力宝的品牌跟大家分享。那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呢，一定要带的是屈臣氏的宠爱会员卡。对，因为它有呢宠爱价，真的非常划算。那另外的话呢？周年庆期间不是宝贵才有，屈臣氏也有，来
我们的周年庆期间，满2000送200，200下一笔还可以再回抵我们柜上的商品哦。对，真的非常的划算。好，那今天的话呢，我们的直播在这边告一段落啦。感谢我们的玉林老师。好，谢谢 Gary。对，今天的话呢，来购买商品的话呢，一定要来到屈臣氏的嘉丽宝。来到，然后老师。我差一点说就来跟我买好了。对，屈臣氏的嘉丽宝专柜有呢不同的特惠组，对，那呢一定要来的是我们南京，对，新南京屈臣氏的嘉丽宝。然后记得刚刚我们有讲要找我们的美容师爱美，对，他为了要上镜头，其实他不停的去补妆。对，他上妆上的非常的久，对，所以一定要想要变美，一定要来找爱美。好，那所以呢，我们屈臣氏的周年庆期间呢，买2000送200，还有在搭配了我们的宠爱卡，非常多的特惠跟大家分享。对，所以欢迎大家赶快踊跃的过来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呢，直播就告一段落喽。感谢大家边用餐边看我们。对，谢谢。对，谢谢，拜拜。